hey, 大家好，我是信侯。嘿，大家好，我是陈浩。好，这一场我们带来是这个，我看到这4500场玩家纳克罗斯的一个出装啊。基本上现在纳克罗斯应该可能大部分都会这样出啦。那我们的凯撒路非常非常的懂事，懂事成熟哈，直接去帮我反这个红 buff。好，我们这边顺便的就帮他看一下能不能收掉这个改版之后变得很烂的飞类。那他缴了一个闪现之后，怎么砍都砍不死，也是怪怪的。怎么砍都砍不死，前期伤害太低吧。那这边的话，很不幸的我在上路露头，并且被打到残血，对方的飞类顶多回家而已。那我这边就复活之后马上赶来吃自己的红 buff， 那是还好没有被反掉。这时候克里奇在那边我已经看到他了，他就在草丛里，那他不然跳飞到我。这边的话，我们要不要赶快的先把这爱丽丝给收掉？因为爱丽丝在前期还算是很薄的辅助。哦，那一收掉之后，这个龙就比较可以吃。可是我们金娜的离我们有点远啊、哦，有点远，所以现在这龙只能稍微拉一下。好，那这一套装备基本上啊，就走一个全输出流。你可以看到啊，他上完这个红刀之后，哦，上一个破阵，破阵之后上全能，全能之后才丢出暴击哦。那暴击这个东西，其实在后期啊会比较好用一点，因为后期的伤害高，那暴击起来呢的这个伤害呢，跟前期比起来的话，也会比较高很多嘛。那你前期如果先出暴击的话，因为并不是走一个像悟空这种全暴击流，所以你在一开始就出圣剑的话，其实伤害啊跟这暴击的比例相较起来，并没有来的破阵这么好，并没有来的破阵这么好。那这个中后期再出到圣剑的话，整体而言 CP 值会比较好一点。好，我们看一下这边这克里希被抓到之后，过来一个二技能加一技能大招之后，剩下是交给我们的莫托斯去处理就好了。那我就直接先拉掉了，先回家啊，也不用回家了，因为我们出的是红刀嘛，所以呢在前期也是有一点吸血的能力哦。那最后一件装我们再出破战甲，这样就 old 可以没问题了。好，那前期的话，其实我们去帮忙的时候都多少被消耗掉蛮多的、啊，血量都掉蛮多的、哦。那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上路对方的爱，这个叫什么？挖个小飞类已经把我摩托车给收掉了。那我就过来帮他收一下这个兵线就好。哦，平常呢我们路过走过哈、哦，兵线可以帮忙收一下没关系，因为兵线的经济啊，其实比起野怪来讲是高很多的。好，我们看到克里希在这里，我先冲过来之后马上挑到我就离开了，因为如果吃克里希全套伤害的话，我应该会嗝屁。在前期的话，我们并没有太大的经济优势，这一点血量不能说可以秒杀对手，所以我就选择先拉掉，那继续农野，继续农野。那对方的打野呢也是纳克罗斯，但我们并没有太多的一个正面的冲突啊，并没有跟他 fast to fast， OK， 我也没跟他要 fast boy， 我们等一下呢再去看看他想干嘛，好，再去跟他比拼一波。下路的话，他对方剩一个爱丽丝在守塔，这时候中路感觉要打起来，我一直执着想拿这个红 buff， 拿完之后再过去打。OK， 那对方的纳克罗斯先嗝屁之后，本来想说继续过来打架，结果对方人都跑掉了。那对方的这个蝴蝶，我们过来挑飞之后，马上这样一箭拉掉。哦，这边没办法再更贴近塔，因为对方是两只高输出角。所以如果没办法一次挑到两只，然后大招一起丢的话，我很有可能会被那边 poke 到死，而且他们还有防御塔，这边刚好抓到对方射手的位置，直接过来，再好不行，因为对方纳克罗斯过来了，那射手的这个死神镰刀被我打出来，这边一个闪电走位进去之后再出来，哦，那这纳克罗斯还想追我，我直接先拉掉。那这时候可以看我们队友在附近排排站站成一直线的，但有一个反正是走得太深了，他那边并没有杀到人，反而就直接送掉龙头什么人头啦。好，我们看到莫托斯血量不多，但没关系，我们直接过来跟这飞类打。这飞类也是带死神镰刀啊，哦，我们身上这一次带的是周而复始，所以我们一死掉之后其实也可以马上回战场，那我们的死神镰刀也还没有被打出来，还 OK 没问题。那这一波的话我们看一下哦，这个先把这古龙拿掉，拿掉之后我们去偷对方的红 buff， 把红 buff 拿掉我们再去打架，因为我们现在自己身上也没有红嘛，对不对？那对方纳克罗斯我也不知道这个现在一身在哪里，我看到他现在在下路，那他的红 buff 呢就必须的心甘全被我拿掉，这个纳克罗斯就没有在计算这个 buff 重生的时间，也没有说像现在可以用小地图点啊，你不用花太多的脑袋去记说要什么时候回去，你就用这个小地图点自己家的 buff 就可以知道他多久后重生，这个改动是很棒的，而且很方便，超方便，整个就是很懒人啊，不是我在讲。那对方纳克等级跟我实在有差，因为我一直偷他的野怪，那并且呢我还会去这个其他路吃兵线，
哦，这样的话呢，才能拉出我们的这个经济优势。好，那趁着对方那个俄罗斯死掉这段期间，我们先把这个魔龙给收掉。那下路的话呢，有一个射手在，我在想看能不能抓到这个射手。而且我们凡跟凡走了很蛮前面的。那这边看到对方的纳克罗斯在吃野怪，我在这里等一下，那等队友过来汇合。这边射手也过来了，我这边一个跳飞跳到后面两只，直接大招开起来。那先收掉了对方的特兰纳斯之后，克里希赶过来，但我身上是有死神镰刀的，所以我还好没有说很怕。那这边金娜呢，直接果断开大招，但他在那边扛塔，而且直接冲了进去，应该是找嗝屁的没问题。好，那我们这边把对方的蓝 buff 给拿掉。那纳克罗斯呢，其实到这个中后期啊，差不多在七分钟之后啊，你的经济啊，如果是好纳克罗斯，就基本上要比对方来的高一点，再加上你的等级要比对方来的高，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打出秒杀级的那种感觉。那这一场的话，我们经济是还不错，因为我们一直在入侵对方野区。那入完野之后呢，我们基本上也没有太常去自己的野区，主要呢还是上去抓人，然后并且吃兵线为主。哦，等这些事都做完之后，我才回来吃自己的野怪，因为野怪的经济跟打起来的速度其实差很多的。你说打完这三只野怪跟吃完一波兵，但是这三只野怪比较赚，可是呢，你这个东南西北啊各吃一波兵呢，大概就可以吃到三波嘛，而且吃的速度也很快，因为对方这个兵的血量很小，但是呢，吃 buff 的话，它的血量就比较多，那花的时间也会比较多。好，我们的莫托斯抓到人了，我这个不知所人的大招，搅上去，再抓一个克里希，一个一剑挑飞之后，马上再一个一剑瞬间拉回，这时候克里希很凶，还好我的死刀现在还在，那直接打出来一个漂亮的卡墙之后直接拉掉。那队友呢，莫托斯呢冲过去，遭受到对方克里希再加上爱丽丝的这个瑕疵啊，直接倒在那边，嗝屁啊，直接死在那边啊。好，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在瞎忙，我们现在呢是在找事做啊。那没事就偷偷对方野怪，但而且呢还被对方爱丽丝发现，太可惜了。那偷掉之后，我们就往其他路去走。好，我们继续，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兵线控的怎么样？我们一直往内缩，往内压。这时候古墓好像控到人，我在这里等待一下。那看到了一个这个飞猎，那飞猎过来之后，我本来想往前贴近，但血量掉太快，就直接先拉掉了。这时候队友还想往前追啊，但是我们莫托斯在下路，我个人是觉得不太行。因为这一追啊，会导致我们面临一个少打多的问题，所以蛮危险的。这时候红 buff 又重生了，我已经不知道拿对方纳克罗斯几个红 buff 了。我都发现他完全就好，他们队友也是蛮有观念、蛮有概念的，是过来把这个红 buff 拿走。那我们这边呢，要讲什么？忘了，我直接忘记啊，琐碎就给他忘记，好，没关系。那这蓝 buff 呢，速吃哈，速吃自己家的蓝啊，就是如果你们这一队有纳克罗斯，基本上不要去拿。不要去给他拿。那纳克罗斯的有一些小技巧啊，比如说丢完大招的瞬间你往后哦，虽然大招的这个面向啊是往前，但是你方向往后、啊、也是可以打到后方的人哦，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小诀窍啦。好，那再来就是纳克罗斯的二技能是他的一个伤害的算是比较高输出的一个普攻，那一下普攻那个很少，大家记得要打到。那因为很少的位移会这个普攻的距离会比较远，所以大家要去熟悉之后，然后知道那个普攻的距离大概在哪。有没有看到我们使用二技能完之后的一定时间内有一个普攻的范围是特别大，一个大镰刀的那种感觉。好，那这时候对方的人呢都还活着，都差不多啊。那我们的队友呢也是杀得很深，但我这边就想说先来吃这个魔龙，吃完魔龙之后我们再回去打架。这时候看蓝 buff 重生，感觉好像先吃蓝 buff 比较好，但我觉得我会被队友骂，所以我决定跟上去。这边直接跳飞到后面的射手，他收掉之后，再一个寒冰之财收掉对方的克里希。这时候再回头哦，这个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是呢，我们还是回头了，直接收掉这个爱丽丝。那爱丽丝这个辅助啊，其实你在前期啊是很难发挥的，自己本身就薄就算了，还不能探草，不能探草就算了。这个整体的技能时间呢也算久，也比较久一点，如果跟一般的这种有位移啊或是有控制的坦克比起来稍微久一点点。那但是到中后期呢，有爱丽丝的那一队通常都很稳，因为守塔能力优秀，进攻能力也不错，那再来就是他可以降防，而且好的爱丽丝呢这个技能都丢得蛮准的齁。
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波，这一波的话，本来想说要进去直接一个跳杯大招，但很可惜没有弄到。但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哦，再来一次，直接一个二技能，也不缴一技能，大招往前刷，直接刷死对方的那个爱丽丝跟这个射手。哦，那我们的法案呢赶上去啊，那也是成功的收掉，有吗？有收掉吗？好像没有，好像没有。哦，他不是爱丽丝啊，刚刚是克里希啊，克里希跟射手直接秒掉。那会玩的纳克罗斯呢，你可以用这个无消耗的方式去点塔，就二技能往前，然后挥一刀之后再拉出来，或者二技能往前，一技能再往前一点，那确定能打到塔，然后打个一两下，然后再拉出来，这样情况下呢，就对对方的塔骚扰得很彻底。那终于在这个尾声啊，有人好像这个认出我了，这个我都已经打到15等，12分钟15等，然后现在才认出来。那好的经济发育就大概要落在12分钟就满装哦。那对方纳克罗斯过来之后，我一个大招洗礼送给他。其实我是比较怕旁边的这个爱丽丝去晕眩我，跟这个用大招弄我，所以我才想说先开大招，果断开出来。那这边被对方弄得一虎一虎一愣一愣的，我想说就先拉掉哦，不要再过去，就直接先拉掉。那如果你玩纳克罗斯要带夺萃行不行？当然也可以，你带了夺萃的话，你的续航力就会好一点。好。我不知道说什么啊。你把它讲完，你就看到它动来动去。那现在就陈浩他眼睛已经快闭下来了，所以我就帮他录制最后面的一段。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到，我们不知道被谁揍了一下，就躲在小旁边，准备要去。我死掉了吗？哦，那我死掉了。那没事的话，就去看一下重播哦。那我们现在就继续打架，哪里有杀掉一个？刚刚就杀掉一个。哦，我们现在跟很多人在打架，把一个人杀死了，两秒钟就把他杀死了，两秒钟的时间对方就挂了，准备再杀了一个，领了一点点小钱。好，我们就只杀了四个人啦，本场的 MVP。那现在呢，就先去打这个杰尼龟。那打杰尼龟可以赚钱，又可以回血，然后呢，我们现在已经快要把对方的塔给杀掉了，我们要赢了，耶，我们赢了，各位，拜拜。